理论上应该是身份证、自然人凭证卡、健保卡、驾照跟悠游卡可以无卡合一了。其实无卡合一，那个要投票速度就会变快了。所以说应该要异化了。但是我知道的，你要是全国做很困难。所以政治上，其实我常常在讲哦，新药上市都要做临床试验，何况是政治制度。其实标准做完应该是选一些区来做实验，就是说用这种无卡合一的，然后开始做实验，那可以就慢慢推广。是有民众在抱怨那个投票速度太慢，我觉得这个其实老实讲啊，应该慢慢把企业的精神带进政府，让整个政府的运作可以更效率更快。不过老实讲哦，效率一直不是我们台湾政府的一个优先项目，所以坦白讲，我觉得投票应该要改进的。我本来在想说，去年站了排了一小时半，你知道，所以去年讲说我7:50就来排8:00第一个，结果竟然还要排30分钟了，所以这实在是，因为可能大家心同此理啊，全部都提早来排了。市长昨天郭董没有去站台，那后来有跟他通电话吗？在晚上睡觉之前？没有的，哪有时间的？那这个昨天我们那个还去那个直播完就已经快12:00了。那今天投完票之后，稍后会跟他通上电话吗？再讲吧。很多事情要，其实我们要开始准备，明天要出国了，一大堆事情要先处理。应该是美国那个总统来的话，我请他喝他的一方。哇，谢谢，好，支持一方，非常开心，开心，对对，非常荣幸，谢谢董事长。所以呢，我想一方在说的困难的时候，很多人，台湾必须要走出去，台湾的中华民国要让全世界看得到，所以你放心，我会带你到美国去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到美国去，那我们不要去，到美国去，到东南亚去，我有全世界，我有16个国家有工厂，我有工厂的地方就有你一方的存在的，哇，谢谢。而且到我美国芝加哥，我在美国那个地方不是餐厅工厂去开，我那里将来会有不少人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到美国去，有我们美国现在有30家，好，芝加哥还没有，芝加哥不是，跟着我去，好，跟着我去开的话，下一次美国那个总统来的话，我请他喝他的一方，哇，太好了，谢谢，好，支持一方，谢谢一方啊。